钱。街舞的多元，科学的印证，舞与舞的科学，带您一起探究舞舞同源的奥秘。根据着主计处的统计，去年二十岁到二十四岁青年人，平均每八人就一个人找无头路。唔呐，失业率真高，就算勉强找着头路，嘛只有22K 两万二的低薪水。所以，学堂学着功夫的高级的教育，在这两年过来受到重视。另外一方面，全台湾摆摊做生意的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打破纪录。有不少的青年人在这个夜市啊。打造他們的人生的傳奇，後一次的節目我們有深入的報導。今天感謝鄉親的收看，我是林玉珍、林玉珍，後一次同這個時間華視台語新聞雜誌，我們期待再相會。这里是华视，即将为您播出舞与舞的科学。古人认为太极就像宇宙，两仪好比天地，四象则是四季，而八卦所指的就是24节气。流传的太极八卦图也就有地球自转一周年的意涵。除此之外，八卦也代表空间的概念。以后天八卦为例，北为坎，南为离，东为震，西为兑，充分表现四面八方的位置与关系。中华武术中有一门独特的掌法，以绕着太极应运而生的八卦为原理，放在对敌时的步伐走位，环绕敌人一圈为八步，步伐与八卦互相呼应，因而称为八卦掌。八卦掌主宰游击战法，掌握与敌人之间的方位，绕圆走圈，就可以避免处于被动的情势，并配合步行做出不同身法、转掌的攻击方式，是中国著名的内家拳技。
练习啊，八卦掌啊，你要找一个核心点啊，比如说这边你换一个东西核心，但通常的话，古人啊，这个练八卦的传统八卦，它是绕树还是绕钟啊，在那边走转，延起的走转的练功。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啊，所以你要对这个，那你就是第一掌啊，你面向左脚的外侧啊，面向这个核心点，好像这个一个树，它有一个敌人啊，一个眼镜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要绕树。那它通常这个范围就是最好就是八步，你出血的时候八步啊换一掌，好啊，它有八个掌法变化，所以叫老八掌。那这个是配合啊乾坤坎离，前后左右现正略的传统八掌，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中国的精华，那通称叫八卦掌。那你怎么演练呢？第一掌叫单换掌，今天啊教你一个单换掌啊，你看我的左脚外侧对准这个。那我两个手，我身体是松的，我们这一派啊是身体松不僵硬的，松身的是陈派第二代的陈金华，陈宝川是第一代传统下来的陈金华，陈派八卦练的时候身体是松身的啊、哦，所以身体是放松，你可以从这边松软、快、很准猛哦，但是身体是松的，它配合吐纳吸气过脚吐气，脚要稍微抬高一点点站在这里，前手。掌型很重要，要掌根要往外推，食指要连起来立起来。那另外大拇指、中指、无名指、食指要微内扣，这个叫龙掌、龙形掌、陈派八卦掌法。食指对准鼻梁，大拇指来对准你的承接肚脐，哎，说下手，这样刚好都是呈现一个圆形的。哦，那这个圆形呢，你要做到怎样呢？手正身起，正身。这个就是八卦的起势、哦、那这个里面的重心呢是在后脚，一起势在后脚，那你要特别注意，就是你再来这个就是要躺一步、哦、通过很多八卦你注意就是要躺一步。那什么叫躺一步呢？你现在跟我走一下啊，你跟我走一圈，你跟着我走，要挨膝啊，挪近，膝盖碰在一起，脚踝要碰在一起，挨膝挪近啊，才能同心用阔步。第一掌这个叫扣呢，叫扣步，扣摆回身，摆步，穿下去，屁股朝核心点，穿顶拧肘，翻顶换掌，脚要稍微抬高一点，对，再放下，对，这样好，然后再走。对八卦掌的了解哦，嗯，以前在学套路的时候，觉得说，以前在学套路都是学比较偏外加拳，然后印象中八卦掌应该是属于内加拳。然后在比赛场上看到，有时候也会看到像有一些选手会打一些像八卦掌的拳啊，形意太极八卦这些东西这样，然后就感觉他就是一直绕圈，然后动作没有非常的大。那其实我觉得没有亲身体验去学这套路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这套路里面的动作用法是什么，你也不知道这套路为什么要这样编排，为什么要一直绕圈。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有他编排的道理，或者他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些动作，他一定有他的想法在。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去拜访几位老师学一学八卦掌，顺便了解一下八卦掌的历史，我觉得也是不错。这步就过了，你贴靠也好来啊，我就管在这里，我扣步，我只要一压你就倒，这就是扣步。那掰步也是一样，你闪过来，等我闪到这边，我闪到这边我就落在这里，一样，你拉你也知道。扣摆步，他叫按脚，出口厉害就是这个按脚。你如果你练好功夫了，两个人在击的时候，可能对方一攻击过来，我这个一个烫一步下去，我在这里拿就下去了，唰就进去了。这叫练拳不练步啊，练步啊打师傅，脚步打师傅，这叫步。所以你这个沉就简单起往下一串就是入板了，哎，你防不胜防，就武术的谚语叫脚踏专门啊，就是神经元嘛，就他们这个功法，下来慢慢的走，对，不能轻武气躁，也不能想着说我怎么样，我等一下就要怎么去攻击对方，怎么样来实施我的计划，不是，哎，你先要先静下来，先练气。哦，哎，老师，
啊，好，你好，好久不见了。对啊，好久不见。哎，这不是杰阳吗？他来跟你学八卦掌。对，他因为竞技武术啊，他要充实一些传统武术的，哎，对他的竞技武术啊，来提高，哎，提高他的内容、内涵上的东西。像八卦掌，其实步伐好像蛮重视的，很多虚实分明的动作。对，他就是抗移步。主要八卦它是左转绕圈呐、啊，圆形的运动，缠绕的运动，对身体健康还会起很大的作用。那八卦在缠绕，它这个特殊功法的用法都是在那个后部摆骨的回伸，然后烫一步怎么把气往下缠，所以人家说就要百练会不会走，就走八卦。然后八卦的话，它是功法很特殊的一种武术，哎，一个前种。老师，我今天是特别想要问下肢的问题，就是像杰阳他这样走一个八卦的躺尼步啊，那他下肢的控制的技巧跟脚掌到底？因为他现在的话就是刚出血，那刚刚好我的动作的要领都有跟他讲，哦，他只要循序渐进的慢慢走，他才会走出功夫。因为现在你看他走着走着好像生硬，因为他在运动这个他没练过八卦掌嘛，然后要换一个运动，还不流畅。好，那重点的八卦就是说你的内涵物要有，它这个分心啊，甚至你我拧起来手稍微高一点，对准力量，你要有个加强敌哦，就是绕术那个术的技，就是有一个敌人在那里，你可以哦，这个要心意集中，那你要安静下来，那在心意集中，你要导引你的气，因为既然是内家拳嘛，它就是气呼吸要结合起来，尤其在换掌的时候。现在当然是自然呼吸啊，这个在走就是气一合享受的呼吸，哎，因为真的很舒服的，然后坡它就曾经有固定态了，就产生阿法波了，不会产生贝塔了，哎，它就调整它的身体健康起来。但是再来就是那个内气内劲要出来，气跟你的力在结合，你要达到这个内在的东西都有做到，它的技术才会更深一层，而不是在只有动作的要点。那我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躺尼步的部分啊，就是你看他这样子拖，就是有点平行的移走，他这样子一个控制的这种走法，到底是你怎么去做这个动作的控制，让他可以那就是往前？对，你在这训练出功夫啊，你刚练就很背，你玩乖乖啊，你练久了它就流畅，一定要花一腿啊，主宰一腰啊，行一手，然后它才会整劲。那像你练武术的，他你在扎马步就落地生根了，哎，落地生根，内劲才会出来。重点还是有发力腿啊，但是我的腰，我的主要还是在腰，在腰，在用腰，腰为主宰，哎，用腰为主宰，尤其在换步的时候，所以啊，腰啊是主宰啊，所以腰要活，那腰要活，但是你的气力啊，还是从脚底上来。对，上它才会产生整劲，才会产生内劲。对，啊，这个功夫就是你要慢慢走啊，慢慢走久了，所以中国功夫啊，你不要看他在那转走，那练出功夫了就能用。但是如果你功夫转不到，你练那你功夫不到位，你还是花拳绣腿，哎，使用不上了。对，只是等于在做操，所以叫功夫嘛。黄师傅所讲的发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这是力量传递的描述，也是动力链的描述。这代表了八卦掌的力量也是从步伐而来的。有趣的是，各门各派有它不同的形式及用法，但是也有异中有同的地方，就是都有强调此心法。或许招式攻防策略虽有不同，但是关键的原理是相同的，都是利用地面反作用力才能产生强大的力量来移动身体，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整劲。但是八卦步伐又是怎么引导我们身体重心呢？让你的人要滑出去，但是大家的眼睛都会注意到滑出去的脚，
就好像魔术师一样，他会让你看到观众想看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们 dancer 知道动作的秘密不是在滑出去的角，是在另一个重心角。所以我们做滑步的时候，一定会有一脚垫起来，另一脚是让观众看到你滑出去的。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垫起来那一脚是最重要的。对，然后我们的人的重心几乎超过50%，也许70%都放在那一脚上面。所谓的三七步，我弯的脚是七，滑的脚其实只有三而已。那像那跟武术，就是我刚刚看老师做那月球漫步，跟那武术的躺一步很像，一个是往后，然后我们躺一步是往前。嗯，那是原理道理是一样。嗯，基本上我觉得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对，因为所谓的滑步，我们可以做任何方向。刚刚我们示范的时候滑，但是我们也可以往前滑，所以几乎就等于跟你的那一个武术的脚步是非常的类似，对，重心的移动也非常的类似。八卦掌的躺尼步与街舞的滑步，虽然他们的目的不同，但真正学习起来，感觉都是在控制身体重心的转换。但重心要如何做一个好的转换呢？今天我们要来看八卦掌的一个躺尼步，它是它重要的基本步伐。同时，我们也会去看街舞的一个月球漫步，它们两个都是有一个滑行的特质。虽然应该是说街舞它的一个月球漫步是为了让你看起来好像无重力的状态，那躺尼步它是也是有点滑行，是为了要做一个攻防的一个基本步伐。那我们也会去跟它比较一般的步伐来看看。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影片。第一，我们先来看那个躺尼步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下月球漫步。OK， 最后我们要对照的是我们一般在正常行走的步态。那我们第一，我们先来比较它的一个直心的位置移动的情形，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躺尼步的直心，跟月球漫步还有一般步态，我们全部都比在一起。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躺尼步它的一个重心下降的情形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老师他在做走路的时候，他蹲的比较低，所以他的一个直心位置，或说我们也可以说他重心位置都比较低。然后再来就是月球漫步。那一般步态，因为它有上下起伏，它就位置是比较高的，这是它的直心移动的情形。直心是身体各部位总和的质量中心点，在均匀的重力场中，如地球，直心与重心的位置会重合。以躺尼步行走时，会特意降低身体重心，可以增加步伐变换的灵敏度。反之，在月球漫步的动作，则会减少动作的幅度，让步伐看起来有自然滑动的感觉。OK， 那第二，我们先来再来看的是垂直地面的反作用力，看看它到底如何借力使力去做这个动作。首先，我们也是一样，把三个比在一起，我们可以发现它的一个垂直力的分布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躺尼步它是为了一个攻防。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左右交叉，就是有两个左右交叉的立板，它的一个交互的作用时间其实很短，但是一般步态比较长。但是当我们去看两脚衔接的情形，你会发现说，虽然它的一个交接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它一脚在踏出来的一半的时候，其实另外一只脚已经轻轻的围踏了，也就是让它两脚
的一个 力量的衔接是比较连贯的，它可能是为了一个攻防的概念，想要说就是两脚随时万一如何有人攻击的话，它随时都可以去应用。虽然它的一个力是很分明的，就是右脚到右脚，然后 switch 到左脚就是左脚，可是两脚之间的互叠的情形还是有，只是说它的一个力量的分配是有明显的差距，做这样的一个攻防的一个准备。八卦掌刻意减少单脚在空中摆动的时间，可以让双脚构成较大的基底面积，随时因应对手的攻击，做良好的防守重心平衡。另外，双脚也可做较佳的攻击力道传递。接下来我们来看向前推进的地面反作用力的情形，也是这三个做一个比较。从里面看，我们可以发现说，躺尼步其实它在一个推进力的情形是它的值是最大的，而且我们知道就是它的力量随时间分布积分就是它的冲量，也就是让它推进向前移动的情形，它这个值积分值也是最大的。所以可以发现说，其实因为躺尼步它需要一个攻防，需要做一个攻击推蹬，所以它的一个向前的水平力比较大。那最少的其实是月球漫步，因为它是为了去展现它轻轻的横向移动，像在月球中无重力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脚底下各有千秋，虽然两个都是滑行的行为，但是它的一个目的性不同，它会让它的力板呈现不同的方式，也就是它应用的技巧。虽然看似都是滑行，可是它的控制模式会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可以用侧立板来看到。稳定的移动本身就是最强的攻击，因此八卦步伐仿佛大雨之中躺着泥水前进的感觉，黏着地面使动作利落而且收放自如。相较之下，模拟无重力滑行的月球漫步，减小多余的动作变化，让目光集中在梦幻似的滑步。但是两者都是利用重心落在一脚为主，另一脚得以做出滑步或者是转向自如的步伐。跟你请问一下，八卦掌感觉每一家每一派的发劲的方式啊，然后原理好像都不太一样。成派八卦掌又称柔身连环八卦掌，以龙爪为掌型，不同于引派的牛舌掌，并且着重于八种掌法间的身法转势、摆扣走转，虚实分明。有所谓形似游龙、回转若猴、幻世似鹰的称号。刚才看你走的时候啊，有几个地方啊，我们可以再给他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先讲一个手型的一个部分。手型你在走的时候呢，这个里手的部分就是里肩要沉，里轴要坠，碗要踏，掌要翻，指要理。然后手摆的一个位置呢，你刚才走偏向于往前推的那种感觉。你在走的时候呢，你的手啊，离手啊，360度时时要对准圆心。比如说我现在站在圆心啊，你在走啊，你在走转掌，这个时候呢，你的手啊是在360度当中，随时要对准我，不可以跑到前面去，知道吗？所以这个劲啊是要指向我这边，因为我就是你的假想敌，你随时要瞄准我，随时要注意我，是这个意思。这个手型呢是中指顶，两指回，两指抠，食指回，拇指抠，是一个龙爪手的一个形状，这是我们成派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手法。尤其这个掌翻指领呢，一转这个劲呢、是往外一点点，你这个手呢就会有一个拧劲在里面。并不是手平平放在那边，手呢练不到它这个拧劲，这拧劲呢，一转，拧劲就出来。外手呢一样是肩要沉，闹要夹，闹呢就是大手背的内侧，就好像练形意拳，轴不离肋，就是靠紧的意思，不会松散开来，然后手不离心，这个是地方是手轴啊，对准
心窝口，中指顶在手肘底下，好，下面手型跟上面一样，好，也是用龙爪手。所以说在走转掌的时候啊，有两个劲，里手的劲呢，好，是一个横劲，外手的劲呢是一个蹬劲，是往下的，好，所以构成好这个一个力学的一个结构是这样子。下面呢讲步伐，刚才走的时候呢，看你走这个圆圈，好，绕圆走转，好，用躺泥步来走。走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啊，好，你要走到外部里扣，里部直迈，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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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迈。外部里扣，里部直迈，感觉就像外部使行进路线自然的绕着一个圆旋转。更重要的是让里部直迈的推进力使力量更为集中。为什么要这样走？比如说你的里部啊没有直迈，是这样走的话，哦，比如摆扣摆，这样的话你的脚哦这是开的，有没有？一开的话你的劲啊就没有办法裹在一起。但是这样子一直绕着圆走，感觉身体好僵硬哦，就像过去在练习 breaking 的旋转动作一样，只有脚单纯的快速移动似乎不太够。真正要活用八卦掌，好像身法也很重要哎。到底该怎么做呢？老师跟你问一下，就是老师你练的八卦掌有哪些动作是可以比较练到自己的身法的动作，还是你的套路哪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身法的动作这样？好，那个身法在一个拳术里面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呢。柔身连环八卦掌里面呢，就是用练习走法最容易练习得到。这个走法呢是柔身连环八卦掌里面，啊，一个很基础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训练方法，哦，总共大概25个走法，不含一些变化走法的话。我先示范一个最简单的向前左右一步一走，好，那现在是慢慢走，等你走熟了以后呢，好，你就可以走快，好，走快，好，这整个步伐身法就转出来啊，好，好，都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慢，然后很慢，很慢，很慢。哎，这个地方再来一个，一、二、三，出去。原来改变方向时，身体是顺着步伐做旋转的动作。虽然第一次跟老师学习，但真的感觉到身体旋转使手部动作更加顺畅，这又是什么道理呢？什么？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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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接下来我们要看八卦掌的一个摆扣。这个是动作分析系统再加上侧立板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做摆扣动作的时候，他的一个脚是如何借地使力的。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可以发现说他在做一个摆扣的时候，他的脚会重心放在后脚，然后来做前脚的摆扣，摆扣完以后重心才推蹬过来，是一个虚实比较分明的做法。那现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摆扣他的技巧到底怎么运用在他的身法里面。它有个很明确的，在走绕圈圈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下肢往这个方向，手一往一转，它的一个重心就转移过来了。其实也是利用了一个脚动量的手痕，虽然它一样可以借地使力，可是你会发现它上身要旋转一侧的时候，下半身会另外转一侧，让这个扭转更为大，然后做一个转身的一个行为。当身体往左方扭转时，
脚相对于身体呈现另一个方向的旋转动作，可以增加下肢旋转的动力，让重心的转移更加顺畅。当身体滞空时，这种上下半身反向旋转的动作效果会更加明显，像篮球场上忽左忽右的身体摆动过人，在地面上跑动、转身运球，都是让脚推动地面去做改变方向的移动。如果一旦跳跃起来，在空中无所借力的状况下，这时候就是透过拧转来改变方向了。我们来看看篮球的空中转身，其实也是一样，当在空中更明显，当你没有一个外力可以去支撑、去借力使力、去控制你的方向的时候，你要让上半身突然做一个反向的旋转，你下半身就必须要走更大的一个另外一个方向的旋转，互相维持一个脚动量的守恒，它才有办法进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动作非常的明显，在篮球上的这个动作。哎，老师，八卦掌的转身动作是在地板上，那为什么会有脚动量守恒呢？就是你即使有力量借力使力，可是你要转更多，你还是利用了脚动量守恒。所以八卦掌它是利用了脚动量守恒的部分的技巧，又加了一个外力，让它这个上身转得更大。但是，一旦你到空中，你能转的比较有限，因为你已经没有外力，你完全只能靠一个下半身的支撑转上半身的逆转。所以，你有地面反作用的时候，你可以两面交错的效果会更大，因为你还有一个地面的力量可以应用。但是，如果你不运用，你直接这样子转，其实你转不过去。转，即使你有推的力，想要这样子转，没转那么大，可是你瞬间一弄，你的力量不用支撑很大，让你旋转，你光是把髋关节转过来，你上身一转就过去了。八卦掌的一个转身也是有这样的效果，上下身的一个旋转的一个反方向的逆转来控制它的动作。八卦掌强调避正打斜、滚钻争果，其中避正打斜是指和敌人搏斗时要避开正面攻击，而是从他的两侧或背面攻击，因此身法、步行的走转就相当重要了。你的手一定要对着圆心，左摆右扣，头顶，走胯边，不是直的，弯的，这样不是直，这个说直弯就有道理的，因为你直的时候，这个力量在这里呢。你弯的时候是在掌心了，所以那个打人的时候不是一个指头打，是一个整个的手的，所以你这样的往下等于什么下那样节奏，这个对，这个的对着自己的肚子喊，这个对着自己的肘，头顶往左看，对，这个步伐的时候左扣右摆，你说现在这个什么叫做摆扣呢？这个是扣，这是摆。摆扣的时候，我要往这边转的时候，一定摆步，所以你这样的话走不过来，要摆。我这个右手夹你摆步，然后呢？左脚的扣步就到你们后面来了，就是这个。如果你左手的话呢，那左手摆步扣步要很快，所以一般人你两个手，一个手不行，一个手不叫，一般人你的呼吸啊，对不对？在行，这个时候叫
一般人的正常的就是胸腹肌，现在我演练功夫的人呢，不要胸腹肌，要腹腹肌。什么叫腹肌呢？因为你腹腹肌的时候呢，这气可以成丹田，那发的时候呢，发自于丹田，所以这个是练气功的人，练拳的人呢，就基本的，一定要一有腹肌，要气能成丹田。什么丹田呢？就是这个斗阵眼下的三寸。你能不能腹肌？当然，腹肌是有肺了，肺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往上，一个往下。要练那个肺往下，你肺往下走，牙长走，才能到这个丹田。你是光胸腹肌或者上头？老师，那八卦掌它有比较注重身法的一些动作吗？那八卦掌有哪一些像发劲发力的动作吗？还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动作？就对准圆心，不伸直，委屈。你发劲的时候啊，是跟着你脚吗？发出去手吗？这个手什么是靠肩跟肘，这个力量呢，在这个地方，不在肘肩。你发发力，你发发力量，再来，你这个还是伸是不要，要肘。所以身间就是连着的，你现在什么呢？你没有这种，你发，你这种没有卷嘛，是直的嘛？你摸我的，我的肘，我没有伸，身间这种就是练那个力量，你必须要练身间这种，才能练发。你现在你直的，对，这个是没有这个肩的力量，没有这个脚的力量，基本在脚，发就是手，控制着腰。那么也就是说，你像这样的啊，这个发的是跟这个脚啊，这个力量呢，是这个你是。你的手啊，这个手我要发劲的不是这个劲，是这个全身的劲。所以全身劲是根植于脚，支展于腰，发植于手。那么就是力量成脚、腰、肩到肘，是吧？所以要发的时候呢。这个力量不是这样的大小，这个你说我就说你说啊，你说要我要发劲的时候，所谓滚钻蒸果，则是指八卦掌使用舒伸开蒸的发劲动作。这种特殊发劲方式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强大呢？我们透过车辆撞击实验室的特制假人。以及三轴侧立板来了解八卦掌的双撞掌力道到底有多强劲呢？
前我们请了吴国正先生到那个车辆撞击实验室测量过他的一个撞击到人偶所受到的一个冲击力，我们请他撞了这个人偶，那上面有加速，头部有加速规可以测量加速度，颈部有力量感应器跟力矩感应器，胸部也有一个加速规和一个位移镜，所以当他在双撞筒撞胸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他受到破坏所产生的数值。那我们也请他来到我们实验室去做这个推凳的一个力量分析，也有侧力板，也有动作分析，可以了解他的一个双撞筒在发劲的时候到底怎样产生它的一个爆发的情形，跟它的破坏到人偶的情形。所以从这个动作分析系统看到的，可以看得出它在推的同时继续在往前做推蹬，所以它的一个推蹬的一个力量向前的时候是有两小区轮动来发劲的。再来我们去看它的那个力量反作用力的分布图，可以看到力板的分析结果，我们会发现说它的一个力量的一个积分值非常的大，两个即使到了已经撞到接触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再继续的持续的力量的作用，所以它的力量跟时间的一个积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冲量，它的数字还是蛮大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它撞击的过程中，等于是那个靶后面我们已经有三个助理都在那边支撑那个靶，它一撞出去整个就破坏掉。也就是说，它撞的时候不是只有单下的那个撞击的时间点，而是它撞击以后再继续做这个推动，它的力量对时间的积分产生比较大的数值，使这个冲量变得比较大，就是这个冲量 P 就等于 F 乘上 delta T。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把这个时间继续的作用，所以它的一个冲量的破坏是给予的破坏是蛮大的。那它在车辆碰撞实验室所测量到的这个人偶，我们会发现它这样子的一个双撞筒的撞击，它的一个颈部放的一个力量感应器，它可以达到270牛顿。那我们去对照它在侧立板所分量测的数据，它后脚在推蹬的时候有1000牛顿，也就是说它的重量是700多牛顿，它增加了300牛顿的一个力量，加上继续冲量，然后它给它的破坏也差不多是270牛顿，就是他利用借力使力，从地面的一个发劲的力量传送到他去对人偶的破坏，也是可以造成很大的一个力量的破坏，这也就是他的一个发劲的技术。从这里可以看到立板的资料，显现立板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的一个推蹬的方式就如这里的动画一样，是从右脚做后脚来做推蹬的向前推蹬，然后左脚的话它是一个轮动的情形，就是右脚先有向上的力量，再来是左脚有向上的推蹬的力量。那另外一个我们还要再看它的向前推蹬的力量，这是向前推蹬的力量，我们会发现在右脚的部分向前推蹬的力量很大，就是有让它向前推蹬，但是左脚却产生了负值，也就是说左脚其实是刹车的，也就是说它的推蹬技巧其实是靠右脚向上跟向前去推蹬去做这个发劲的一个送出，然后因为左脚它是相当于一个支点去做一个刹车，所以形成了一个旋转的效果，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一个推蹬等于是有点旋转，然后由下往上一个推蹬的技巧，这就是从我们的力量的图以及力矩的分析可以看得到它的这种旋转的效果，以及很就是平移推蹬的那个力量的表现。中国武术打出来的一个力量跟西洋武术拳击打出来的力量哦，那种惯性可能不太一样。像一般我们练八卦掌的话，一般讲究是比较属于一种柔化劲的东西哦，所以说练出来的东西叫做直接的打击的话，可能数据上不见得是太理想。可是当你用真正的一个明镜刚劲去打的话哦，数据就显现出来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测试的，可能是一个他的一个动机哦，能印证说这一个测试呢能得出来一个什么一个结果。所以说今天测试我觉得是也蛮有意义的啦。双撞掌利用后脚推蹬能量到前脚，做一个力量制动来旋转，让身体力量直接透过旋转来破坏人偶。但敌人可不是只会挨打的人偶，因此什么时候出掌更是重要的课题。先发制人，这个究竟什么时候先？这个只是完全凭借的
经验跟感觉一些方法。八卦掌在攻防实战中不自觉地善用了重心转移、角动量守恒及动力链等科学原理的概念，蕴合了八卦中自然万物的运行原理。每个老师他教的他都有他的独特的想法啦，我觉得各有优缺点。一刚开始接触到黄老师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拳法真的还蛮实战的，但是你真的要去懂他的招式的运用，你要怎样去运用这个套路，然后把它套在实战里面，我觉得这需要经过常年累积的练习才有办法达到，就是随机应变马上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动作。然后刚刚看到吴老师他做他们有那个对招，我觉得还不错，他把他他是用那种小组合的方式去两个小组合，然后两个人去练习这个对招的那种动作，这样我觉得就跟我们以前在练竞技操一样，你把套路的东西一小段拿出来两个人对练，然后都练同样一个动作，你这样你越能知道说这动作要什么时候用，然后小细节你也容易知道在哪里，这样别人攻击过来我把它化解掉到旁边去，我觉得这样更容易让人家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是还蛮实战的，一瞬间化解掉别人的攻击，然后马上就可以进行反击。这样跟师傅们真的学到许多的八卦掌攻防的精髓，像是步伐的推进及重心的转移以及身体的旋转。透过实验了解到如何利用了角动量守恒原理来变化某些字段的转动分量与角速度，来执行所谓的利落的好身法，以及八卦掌步伐的推进力是如何利用地面反作用力制造借力使力，并借着撞击实验了解了八卦掌是如何利用力量在时间上的积分来产生一个有效的攻势。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在等三个下一个。有趣的是，八卦掌的特色之一是身法的练习，是执行有力攻防的空间几何关系。跟咏春拳卢文锦师傅所提的几何关系是相通的，就像舞蹈的双人舞也是，都是要感受与预测对方在几何空间上的行为，才有杰出的表现与好的攻击动作。